人类之子厉害了，永生树一代宗师卧虎藏龙新天堂乐园神片，欢迎来到布达佩斯大饭店。大卫芬奇的电影绑架你的视觉 ,https, 图被 ,YRFBWEEXTEQ 大陆所有的歌唱节目鸟人学一下如何伪装成一镜到底 ,XD 鬼电鸟人地心引力神鬼猎人赎罪，看敦刻尔克那场戏犹抱密战不错，整部靠运镜斗阵俱乐部毁灭战士。最后决战前五分钟闯关杀敌的运镜教父啊，波浪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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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卧虎藏龙。天上再见，寻找费里尼卧虎藏龙飞檐走壁时的运镜很精彩，聂隐娘近代运镜的活教材，血腥冰淇淋三部曲，地心引力我很不想承认，但是韩国 MV 的运镜确实很屌，聂隐娘是反串的吧，镜头根本没动俄罗斯方舟。侦探 SEEP4 的片段 HTTPS,www 图贝科姆沃奇 b 等于 s 下划线 HUFUKIQ8U 库布里克的电影运镜也很棒，黑泽明也很不错，霸王别姬你能说一下你想拍什么吗？这样推荐也好有个方向，其实我觉得镜头不要晃就很了不起了，最近有个双人合作游戏 A 为奥特有一段在医院的运镜很不错，游戏制作人本身也是导演，噩梦晚歌可以学会拍脸，春宵苦短少女前进吧，不过是动画电影哦。鸟人歪小子史考特最近动画有一部在讲运镜的，看完真的笑死，想拍素材或福格可以建议看一些厉害的优土博，比如卡斯歪内施塔特、奥利里奇、索耶哈特曼之类，或一些纪录片也可以参考僵尸艾曼纽全部。闻两下打两枪厉害了，我的国当然是血腥冰淇淋三部曲啦，心中有鬼史匹博也是个中高手。这个很大部分可能跟天分有关，路边野餐人类之子吧 ,https, 图被九四 QKPHETHHA 台北物语，不知道你想的是什么运镜，不过这篇有解说到一些说故事的方法，虽然是跟人有关，汤浅证明的所有作品就看一下，拿最佳摄影那些片也就是上面提到的春宵苦短的导演。布达佩斯大饭店导演的作品也可以观摩一下，天使追杀令调度超惊人，鸟人计程车司机劳勃迪尼洛厉害了，我的国运镜跟如何用镜头说故事有关，我觉得是故事本身在说什么，跟说故事给你听的人是谁，当然自己的喜好又是另一回事了。有一部叫小学鸡什么什么的也很经典，敦刻尔克我觉得也不赖，小学鸡私奔记奥珀尔林握手史蒂芬史匹伯内敛丝毫不炫技，龙纹身的女孩最佳摄影跟运镜关联性比较低，跟导演比较有关，实物上到底有没有运镜这个概念，我觉得你想讲的应该是分镜，人类之子地心引力，还是说你是要这种 HTTPS 蒂尼尔科姆 YBUDT23BV 落运镜不用看电影学，电影镜头资讯量大，还有场面厉害了，我的国调度要处理，大师运镜几本书看一看有概念就好，剩的时间拍照看照片，培养构图画面感比较实际，
完全不觉得鸟人运镜方式有值得推广，看得很不舒服。我觉得库伯利克、昆汀偶有的静态美学时机点很舒服。BVS 不要乱空拍，不要拍观众，不要永远广角就70分了。落日车神神鬼猎人蒲赞玉。原罪犯整片运镜都是教科书，要学摄影李平斌长进的电影全部都要看。问我就对了，推最酷的一天，白日梦冒险王，独家新闻，白鲸传奇，怒海之心，圣母峰等等。副推荐片单 https://GLS6KI3T 金牌特务防一二算吗？白日梦冒险王完全符合你的需求。个人近期有印象，水底情深不错，某些部分画面带得很有节奏，又明了交代角色，但运镜真的要像楼上说的，看故事本身是什么，再用适合的方法来下药。冬日苏醒007系列有不少查克·史奈德的武打戏，人类之子、地心引力，想到白日梦冒险王，刚好昨天在看豆豆假期，惊觉它就是福格片呀。 XD 还有绝美之城啊。原罪犯，原罪犯间谍桥最黑暗的时刻。另外同意某楼说的史蒂芬·史匹伯的运镜内敛而沉稳，却又有动态感，鉴于经典爆破运镜神鬼猎人，注意整部运镜神啊。风景魔戒啊啊，讲个冷门的极冻之城，这部的运镜真的屌，竟然没人提到全霸魔戒白日梦冒险王里面拍风景的运镜，可以参考侯孝贤最好的时光、鸟人、人类之子、青春电幻物语。其实很多 BBC 的动物纪录片运镜也不错，神鬼猎人运镜超壮丽，鸟人维斯安德森的鉴于经典爆破运镜加一。话说怎么没人推骇客任务？马修范恩的所有电影一堆推一镜到底电影，特工联盟二、刺客联盟、史密斯先生、金敏海上花第一颗镜头、电影史经典，还有安哲罗普洛夫的所有片。不过你顶多用手持加稳定器，跟电影用克兰加轨道的运动完全不同啊。风景哦，神鬼猎人、白日梦冒险王、鸟人真的神波浪符。板上对运镜的定义就是一镜到底，哈哈 哈！纵横四海，枪神英雄本色二，黄飞鸿一二，建议你看看乘着光影旅行，再讲摄影师李平斌的纪录片，看完你会对摄影运镜有更多想法。史匹伯的全部，尤其喜欢抢救雷恩大兵。大红灯笼高高挂，末代皇帝跟寂寞拍卖师，两部意大利导演的电影，还有黑色大礼花，悬案运镜华丽唯美，鸟人崩坏，人生银翼杀手，2049预谋惊悚末日，斯凯福尔构图超好，卧撤门，人类之子，春去春又来，金基德，鸟人，阿银翼杀手，2049运镜大概要看教科书。下划线西区考克作品开始，台湾就看李平斌的作品，煞不住认真推。史匹伯竟然没人推恶夜丛林、神运镜、矮神鬼猎人啊，有够震撼。还有极地追击、路边野餐，听说同岛退社了，骇客任务、看见台湾、科洛佛档案、 A 维奥特里面的运镜真的帅，但要福格做出来有很大的后置。达斯布特 https://www.图贝科姆沃奇B 等于 CNEWGNCHEQ 空手道，越来越爱你。鸟人维斯的所有电影，丽音宅一和二虽不算神但很强，寂寞拍卖师、鬼店超级经典。